然后现在呢，把你们的手机的飞速打开，找到宇宙人，是小巨蛋吗？对，然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，阿奎把手机拿出来，罕见的阿奎拿手机，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很好奇，我们十年前到底在干嘛？小巨蛋吗？找不到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啊有啊，什么什么？有了吗？有吗？大家听到吗？